抓过来，性命中就是减一分的性命，到底剩下多少生命？我们都要尽量利用时间。那其实你看，会在迷茫底下种哈，生命中的迷点。有的人伫咧迷茫的时阵，啊，就要去问东问西吼。其实呢，迄拢是予咱的性命建构在较弱啦、较弱去的吼。所以咱敢若有一人相信的，佛法所讲的因缘果报观，吼，这因缘果报是非常的。你看咱这一辈啦，吼。像那个心无感化师吼，人的心去掠无缘，用门一开呢，都无法度好制止的啦。所以变成了乱七八糟，要安怎来回归？这是人应该反省的所在。但是伫咱的家己的心灵呢，总是外境要建设容易，吼，那内心要启动不还容易，但是呢？外境要消除容易，不过呢，内心要消除不简单。所以因为安尼呢，外面的境界不断的一直改变，就是凡夫的心啊，形形色色，安尼就是在迄个所在的那个磨吼，那生生世世不断的复制烦恼，外面的境界真正是。虽然是这么样复杂，这样在那建设，其实呢，它要改变没有困难，只是我们的心一启动啊，还要回归哈、哦、我们清净的本性哈、哦，真的不简单。所以因为安尼这叫做修炼，为人修炼的时候，你修炼的是爱真轻啊，因为修炼真困难，所以困难应该是真轻。其实，你是安尼修行呢？只要你落决心要修行，实在是真简单。就亲像讲涂骹垃圾，咱的心呢，只要讲吼，这些垃圾，逐个人伫咧制作粪扫，那么只要我家己愿意呢，拿一支扫帚来，安尼就哪扫哪扫，那是会清气啊。同款的道理啊，扫地扫地扫心地。不扫心地，空扫地，吼、哦！所以外面的境界，要安怎变真紧确实呢？咱真正有扫到心地啊无？外面的境界，咱会晓去改变，但是心灵的境界，无得。但是啊，日子就是安尼在咧过，咱的性命就是安尼的有限。即嘛，咱真难滴讲吼，啊，都无有这个。这个时代，咱会当讲啊，实际这样的大团体吼，啊，大家人互相，咱来当好了解，不懂就安尼甲咱讲，讲咱人人有福气，咱当然爱相信嘛，人人要相信你那囡仔，咱今年伫咧入进站啊，你嘛他们贴心的印记吼。给印落去迄个字页啊，很清楚。但是你若无甲讲好好吼，愈来愈大汉啊，愈来愈愈受这个外面的社会吼污染。即嘛咱大爱有开一个吼，碑字印记，碑字印记，那就是讲讲吼，还是甲注意甲咱的事。入金帐过后，唔通去学袂记，希望大家人这一念心，这一亩田呐、啊，爱甲顾好好。咱呢，这粒因缘啊，就是菩萨心嘛，吼、哦，那爱顾好好吼，这爱深深印伫咱的内心里。再来讲吼，随着这个日子伫咧过，那时间啊、空间啊、人甲人的中间啊。慢慢的悠闲，啊，慢慢的理解，那这个无明呢，又开始搁再理解起来啦。这就是咱凡夫，所以吼、哦，未幸福就是伫咧遮，吼、哦啊。所以希望讲吼，恁
山地啊，吼，佛教起码在台湾嘛是真盛啊，吼，伊用咱来真感恩讲吼，过去一寡老法师吼，伊伫大陆教佛法啦，伊进来教大陆啦，佛陀呢所甲咱教育，咱的心灵的来去，吼，那应该呢。啊，予咱知影讲吼，佛陀既然为一代师来人间啊，开始啊，其实悟入是为众生啊。哦，咱众生到底呢有干嘛啊？无，所以一定佛陀就是在等待的众生的悟入。佛陀已经开始啦，啊，悟入在地处啊，在众生心是有干嘛啊？无。啊，心有入法啊，无哦，法有入心啊，无，这叫做悟入。吼、哦，咱来讲哦，咱来发心，性命总是有限。啊，不过呢，每一个人已经走入是无限的。我的生命中有你大家啦，因为没有你们，实际做不起来。我拢给大家发给哪个？实际。就是实际的做的，啊，这个少一个不可。那、啊、我们呢？现在的天下大事啊，必负有责。啊、哦，尤其是呢，做过去的，就是亲像大家人伫咧食饭咁款，啊，饭呢就亲像水会当洗涤咱的心。啊，你若搁再较精进呢，就是水，啊、哦，化水。就增长慧命。哦，咱来一旦把咱的心洗好清气，保持好好势，吼、哦，那佛法多吸收，这等于呢慧命增长。好、哦，有亲像恁食饭是恁家己伫咧应用啊。哦，恁若要塑形呢，迄、哦、是恁家己对心灵上的健康，对心灵上的健康，吼、哦。这些对大地呢，一种的疼惜吼，对生命中呢的尊重吼，这些啊，甲大家人讲，大家人吼都爱素食，所以今年呢才安尼遐尼大难吼推落去，即讲咧念经种的人，无其他的条件，只是干呐人人爱栽植，人人栽植吼，人人素食。所以，不是讲你有钱无钱，哦，是人人在这，人人休息，这都是咱今年的那个哈，既然去推动啦，哦，这个慈航也启动啦，那华海呢也已经呢开阔啦，哦，所以你看您这回。台顶台下吼，那下面就是像一片法海咁宽啊。那水吼，那这样的风平啊，虽然是浪静啊，可是呢，活水在动啊，吼，那这都是哎，让我们的华航哦，慈航可以启动。你准备行，一定要有水啊、哦，所以呢，希望您讲吼。这个不管是华海啦，哦、或者是慈航启动，哈、哦，你无水绝对能存起名啦。所以呢，社区的志工菩萨还是同样让他不紧张，哦，那还是同样呢，该带动，哦，这个华海，哈、哦，这样的带动。啊！伊老伫咧立经中，就一定爱甲伊解释，用白话解释清楚哦。爱讲互人听有，听有伊才会信，安尼了解无？那恁嘛是共款啊，可以就是把那你这个划哦，这个划船啊、划航啊，还是呢不断的要启动，每一天呢。都要请求咱一台车吼，你雇一台车咁快，好，一台船你来好好吼，不管是一艘、两艘、五艘、八艘都可以吼。那每一只船起来呢，
咱就爱保养，哈、哦，面爱较常加发动，哈、哦，要常常发动，哈、哦，那啊滑海要顾好，滑海不要让它干枯掉，哈、哦，那讲吼水中存管，哈、哦，所以呢，还是爱跟大家人爱跟过个的心，哈、哦，真正的庄严道场是在每一个人的心里。